大纪元获得的中共内部文件显示，中共的国家调查组曾在今年2月19号向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过一份请武汉市协助开展新冠肺炎早期病例搜索工作的函，要求相关医疗机构提供2019年10月1号至12月10号期间的发热病例、新冠肺炎样影像学特征病例以及不明原因肺炎的死亡病例信息。从医疗机构上报资料显示，武汉市第6医院共上报5起符合中共病毒临床特征的死亡病例，其中强调一名病例是王某安，去年10月18号发病，出现咳嗽、全身乏力，间断出现高热症状，12月5号去世，死因是重症肺炎。另外4名病例最早发病的是徐某前，10月1号发病，11月3号去世，死因未注明。他在去世前曾经在武汉市中心医院进行抗感染治疗。另外3名病例同样死于重症肺炎，他们分别是11月6号、12月11号和12月27号发病。函件还要求针对9家医疗机构进行重点筛查，他们分别是华中科技大学协和肿瘤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武汉市第6医院、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江汉区新新诊所。美国前陆军微生物学研究员林小旭博士认为，这份文件说明，在今年2月份，中共官方还没找到0号病人，但是他们怀疑早期病人应该是在去年10月份发生。等于说是在2月中的时候，2月19号的时候，就中国官方内部其实很明确，就说他们自己内部根本就没有找到这个0号病人，根本就不知道谁是最初感染的，而且他们内部是怀疑是不是更早的时间，就是绝对不是对外公布的12月底，而是至少很有可能是10月份就应该是有0号病人的。而且从这份搜索工作进行的广度也表明，早期疫情的传染范围也绝不是像官方宣称的华南海鲜市场一地。10月份或者11月份应该来说，在武汉这个感染里面有一定的广度，所以才要这么多的医院。要他们开始进行调查，这个我觉得也是官方内部应该是比较明确的，绝对不仅仅是，像华南海鲜市场一个地区的这样的一种爆发的情况。另外，从新冠肺炎样病例影像学特征筛查结果显示，包含武汉市普仁江岸医院、武汉亚新总医院、武汉市第8医院、武汉第6医院、武汉黄坡区中医医院等至少8家医院上报了40名符合新冠肺炎样影像学特征病例的发热病人。最早的一例是9月25号发病，多人是10月、11月发病。林小旭批评，中共当局直到今年2月份才进行这项调查，实在是太晚了。我觉得这份官方的调查报告呢，他2月19号才发这个通知的话，其实这个动作已经是太慢了。就算他们11月份、12月底、12月初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是到了12月底，这个测序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你明确知道是类似于 SARS 的这种冠状病毒的话，而且是呼吸道传染的话，那对他们来说，当地的这个疾控中心部门，他们一定是要做类似的调查，一定是要往前追溯的嘛。林小旭认为，武汉市卫健委应该在12月时就展开调查，而不是等到中央2月中下旬发通知时才调查，这本身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当局迄今仍阻止各国进行调查，掩盖这些医疗机构早期病例的文件，企图阻挠外界获悉中共病毒早期传播的真实情况。